菲律宾的这个小学啊，放学了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你看这学生啊，成群结队说不上，三三两两，四四五五的这结伴出来也是挺多的。但是你真的是看不到这个，他这边啊，这个学校门口有老师送学生啊，或者有保安呢、啊、值班什么的，也没有太多的家长等在这儿等候哈、啊，说这些。学生下学了，接这些学生下这个回家，你说一个也没有吗？也不至于吧，有几个，但并不是很普遍。基本上这些学生呢都是自己回家，而且这个也不打出租车什么的。估计啊，这个家呀就跟咱们以前一样，就是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就在这附近，所以三五成群，对吧？二三成半的这样就回去了，边回去边打打闹闹的也挺好啊。然后你看这一群一群的小学生，关键是他也没有什么引导的呀，也没有那个举那个回家的小牌子的，像我们以前啊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除了这些三三两两回家的学生啊，这菲律宾学校旁边跟咱们也差不了太多，生意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种小卖部。你看这学生下来之后啊，就会总有一些吧，哎，去买点小零嘴啊、小零食啊什么的，也是挺有一点点当年那个上学的那种小回忆的啊，也挺好玩的啊。而且这个学生穿的稍微有点成熟哈、啊，他们这边的校服据说都是要自己买啊，都是这种比较规整的、规制的这种的、啊，也有很多啊。得了，今儿正好走在这儿，给大家拍一小段。